太过分了，喊他跟我组队他还不来，没有他我照样吃鸡，找装备去。哎呀，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今天呀，这肉肉不在，我看着香香啊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嘿嘿，只要解决了香香啊，这把吃鸡就稳了。走，往他去。哇塞，信号枪！先叫个空投再说。嗯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不要打我！我是超级人机，拿我当傻子呢？还超级人机，破空投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我还是重新找装备吧。刘高，你干嘛呀？怎么不走了？嘘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我先记点入方向，走。哈哈，是香香，你给我开枪！你打我！有人打我！放心，有我在。谁的装备呀？也太猛了吧！报告，敌人已全部消灭。这都能打中，这个超级人机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样，你以后都跟着我，走，你去。好的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